你不玩不知道，一玩会上瘾，真的。这哪敢补刀啊，兄弟们！我一补刀他就锤我，我操了个地阶，我操了个地阶。塔下有兵啊，你这一波在干克我，兄弟，该说不说的。你看，画地为牢。你看他这一波，这一波他上不应该的，这一波上没有任何意义，在干克我。画地为牢，咬他，咬他。我将操办你的仪式。哎，这一波有点小亏，不过也没事。我上不了，前期的话我没他厉害。咬死你！我们的灵魂只是九牛一毛。这个人怎么这么嚣张？有一说一，干嘛呢？欺负我家剑圣？不把我放在眼里？怎么说，老弟？再来座坟墓！咬他，画地为牢，咬死他！小心，这个血量很危险。咬他，留了啊！卡线，我这波线卡了，他很难受的。是吧，不补刀恶心，难不难受，兄弟？我就问你难不难受。咬他，化力为牢，吸他，咬他。你看怎么玩，直接召唤老婆咬死他，吸他的精气，让他肾虚而死。哎呀，这个我觉得设计师得改一下，这个大招可以用 Alt 可以控制一下，不然的话没法控制，没什么用。减速，挂地为牢，摸摸 OK。好，只要不中中心点就行，伤害可以接受。咬他，没 W 的，化地为牢，对吧？因为我知道他没有 W 的，所以说这一波直接打就行了，好吗？万好呢？咬他，化地为牢。锤他，咬他，咬死他，召唤老婆，咬他，走老婆，走走走走走走，你受到刺骨到遭人诅咒，走走走走，好好生活。宝宝差点又没了，咬他，坏了，中了，中技能了。那你死了呀，你死了呀，吸你精气啊，对吧，吸你阳气，这他妈你顶得住，兄弟？随意拿捏，有时候不出魔宗不需要，出征服者想出一些塔。我的兄弟们为什么这么崩？那这一把我是单带呢还是打团呢？我很纠结啊，我很纠结啊。我先毙了，我想单带了，十二分钟干到二塔了。分离者，然后破剑者，这般堕落景象
鼓励一下队友，这个时候很有必要，因为我的队友可能想放弃投降。他将占有你，画地为牢，敲打，摇烫，拔地而起的诅咒，吸，对，吸他精气，1000块钱，很舒服。我操 ，EZ 有1000块，兄弟们，太肥了吧，铁子。塔皮塔皮，我这一波真的是秦始皇末电线已经麻了，瞬间2000块钱，兄弟们，什么概念？一击触碰就会腐烂纠缠，我必须挖下去。我操，真的是赢麻了呀，兄弟们！可以，赢麻了，赢麻了。走，老婆，挂地为牢。潇洒。走，老婆，走，老婆，走。还好。溜了，溜了，溜了，还行，有惊无险。个人建议你走，兄弟，我破剑者。我将操办你的仪式。走了，走了，兄弟。加美了。我必须挖下去。加美了，铁子。还有一小块朋友，然后就消。那就高地吧。我的建议是回家。我们的死要源远久矣。他们找到的就是你。溜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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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减速，赶紧跑！我先溜了，别走兵线。好，这一波立大功，兄弟们，高地已经推了一个，完击八美，完美。被降法者在反抗宿命，看看那位少女。好，推上，没事，我的队友守上可以吗？就这么简单的事情，能不能守上？好，再推，我推打速度太快了。我再推，我再推。我将操办。我的队友能不能守一波上路？讲道理，能不能？好，又推一波。再来做坟墓。而且我推塔的话有额外赏金，说明这一把我们逆风很大，能听懂吗？好，再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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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对，必须挖下去。对对，对对。用力可以吗？求求你，再给点力。我将操办你的仪式。我的队友在干嘛呀？再来座坟墓如何？咬他。吸。走了，又是一路高地啊！那继续推了。妈，队友在干什么呀？队友，我必须挖下去。岛屿会记住的，我将操办你的仪式。没事，我送死流。没事，送死流。好。天神下凡。谢谢啊！咬他！咬他！咬他！哈哈哈！我 Q， 我 A， 我 A， 我 Q， 我 A， 我 Q。好，游戏就是这么简单。这把队友这么逆风的情况下，我居然可以带队友赢，兄弟们，这一把值不值得你点一波小小的关注啊？